奇怪，你让我的心跳停不下来。我不懂这是爱，想要每分每秒有你在，才明白。爱不只是拥抱或是关怀，陪着你我才相信未来，冲破所有的阻碍。据说呢，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坐了摩天轮，最终会以分手告终。但是如果在最高点的地方亲吻了一次，那就会永远在一起。带给我期待，全部的爱都为你来告白。雨轩，怎么了？时刻